从车站出来，左边。 Ibis Hotel 就在车站的出来，在左边，在车站里面，就是往车站方面望上去是这样。因为等一下下去就看不到这个景象了，这阶梯很高，再回头望，这个都市因为车站是很高，所以很。 要徒步旅行是很辛苦的事，马路右边的巷子，这条路上有好多旅社，不过晚上，不是很安全。来了一个路口，好像还要再下去。不过这边左边左转，这个林荫道还蛮不错。那边好像有一个什么的，看我上次记得有过来，哦，一个教堂在那边，这个教堂看来蛮漂亮的。 就现在逆着太阳，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很亮丽。刚刚是从那边入口出来，火车站是右转，前面的入口右转。那边有一大堆人在那边，是不是旅行团？不清楚。这个有一个漂亮的亭子，好像是回教寺。 教堂是不是没开？现在没有人在那边。现在礼拜天，现在教堂的钟响了。现在是11:10。上面有一个干杯了，有一个指向，没有戏院，往那个方向去。那条现在没什么人。 正在做弥撒，10:30开始。很漂亮的教堂。 左边的侧厅，一进来的时候，这教堂不小。 Thank you.
稣教堂的景象是这么壮观。这个雕像的细节，这里乞丐真多。下来左边，它这里的路全部是在往上爬，会很高。到了这个路口，应该右转就是火车站。现在想要到港边去，因为大的购物街，商店很多。现在礼拜天比较多游客，其他的观光客。以前华格纳曾经住在这里，1866年。这是很壮观的，现在好像不是旅社。他谁？索歇迪谢涅纳，好像是公有的机关的样子。前面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口，不晓得是什么，可能也会通到港口，转过去。前面不远，在一个 block 就港口了。哦，切啊，还有两三个 block。现在人很多，这一带。那乞丐也很多。第一次来的时候走了整个下午，也没办法全部走完。前面好像有一个教堂，不想过去了。刚刚是拍左边的巷子里，这边建筑非常的壮丽。叫什么建筑？插了好几种旗子。这里是大的，那栋是很大的百货公司。这有小孩子的游乐场，蛮清凉的地方。看到这个马路是这样，一直高上去，哦，很远很远很远，是要山上去的。哦，太远了。起码要走10分钟，从这边走到港边去，拍一些船。这个像 CCI Commercial Was a Chamber to Commercial、哦，那边过去我知道有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一个旁边有广场，不想去。就是港口的入口，还有 metro 在这里，地下铁。而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建筑物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路的尽头，是博物馆之类的，所以是很美的。很美又很壮丽的景象。山上那个教堂就在那边，不过要爬上去可能要很久很久。这刚火车站时候拍的，全市都看得到这一个地方。不是商店、酒吧，记得前面有一家麦当劳啊。对了，有，它不显示，它不用黄色的，就在那边用过，好像是午餐的样子。这还有一家上海饭店，在麦当劳旁边的巷子。刚从那边走过来，全部是卖海产的，那都有菜单出来。那在山上可能是从这一条上去，
上次我在开的赶边的时候恰好是下午，现在是上午，所以这边变成对面很清楚，上次是对面都是暗的。上次我是走对面那边，这里都是全部是海产店，是时候。这里各色人种都有，尤其是非洲来的，他们都穿传统的服装，很特别。刚刚走过来的地方，那里面停满了，全部都是游艇。现在一月已经不会那么盛，哇，这个还有观光车。这是对面的，有一个教堂。对面那边走到底，有一个很大的教堂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古老的教堂。哦，现在可能没办法走那么远。我记得这个是一个音乐家，上次有拍过，他是 Scott 作曲家。不过他们也把它立这个雕像在这边也不简单。整个现在有运营的全部都是咖啡做餐厅，因为那边是到下午才会排出来，餐厅的规模都不小。来到这里好像要乘船的地方，插这个旗子很漂亮。海产店，这有一个锚，很大的锚。很美的船。前面就接近这个港口要出口的地方了，可以去那边看一看。这边可以看到船，再往回望。刚刚走过来是最里面那里市区，现在先到港口的接近这个出海口。我说的教堂就在那边，很远很远，很高。这里开始我就要开始晒太阳了。我这里有城墙，也很壮观。这是很壮丽的一个景象。这里有一些船，这是比较小的水道进来内港，都是游艇。现在看到有船出去了，最好看是傍晚的时候。这里可以看到很美的全这个港的船的景象。现在因为是早上，现在中午12点多，快12点而已。到傍晚他们就会很多船会出去了。现在有一部帆船在出这个，这一步一步的船真的是很漂亮。现在都是玻璃纤维的船。船在动的时候，那种很优雅的感觉。